a licensed esthetician in the United States. 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杞子美容嘅飲品，而杞子嘅原產地當然係我哋嘅中國啦。首先，杞子裏面有大量嘅抗氧化成分，咁就可以對抗自由基咯。杞子咧亦都可以改善我哋嘅皮膚狀況嘅，而且可以行氣活血。另外，杞子亦都可以強化我哋眼睛嘅功能。 各位成日打機或者對住手機嘅朋友咧，就啱曬啦。唔好睇小杞子細細粒，其實佢裏邊有大量嘅維他命 A、B1、B6、維他命 E。根據中國嘅醫書記載，杞子亦都可以改善我哋嘅免疫系統，從而咧減少咧患上癌症嘅風險。最後，杞子亦都可以咧減慢我哋咧衰老嘅狀態，無論皮膚或者身體機能方面。 呢個美容飲品咧所需材料咧就非常簡單嘅，咁就係杞子啦、熱水同埋 honey。其實你可以準備龍眼都得嘅。咁準備杞子嘅時候咧，記住洗下啲杞子，然後咧將20粒左右嘅杞子咧就放喺杯裏邊。 跟住咧就加入熱水同埋龍眼，就焗佢10至15分鐘就可以飲用。如果想加蜜糖嘅朋友咧，就要等啲熱水冇咁熱嘅時候咧，就先加蜜糖啦。近排咧就愛上咗呢個永和蜜糖，佢唔會太甜，而且好有蜜糖味，非常之潤喉。 咁有朋友同我講呢一間永和蜜蜂場咧就喺沙田附近，同埋咧佢有唔同品種嘅蜜糖，咁有啲貴啲，咁呢一隻咧就係最 basic 嘅蜜糖嚟嘅。咁我呢一樽永和蜜糖咧就喺附近嘅藥房咧就有得賣，大概咧70-80蚊一樽。 落完蜜糖之後咧，呢一杯杞子美容飲品咧就 ready 啦。 咁呢一杯杞子水咧，其實一年四季都啱飲嘅，尤其是我哋而家成日掛住打機啊，或者係上網，咁佢對我哋嘅眼睛同埋咧美容咧係有非常之多嘅好處。多謝各位嘅訂閱同埋觀看。